淅沥沥，我是抓马。今天我们接着来看新版神秘博士第13集，本季大结局哦。上集说到打雷重现人间，他们喊着消除，却在扫描过玫瑰和米奇后放过了他们。打雷们需要两人启动创世方舟，而这个创世方舟就在身后。赛博人向全世界发出通告，他们要把人类改造成赛博人。期间小时戴上了 3D 眼镜观察他们，打雷榨取了研究员所有的生命和记忆。随后一个打雷外出调查，正好遇到赛博人，双方都开启了影像连接。小时看到了打雷，打雷和赛博人相遇却互相diss 对方。打雷看不起赛博人，认为他们是低等种族。赛博人瞧不上打雷傻不拉几的胡椒罐外形。赛博人提出双方结盟，共同制霸宇宙。打雷是什么？绝对自我主义和战争主义的种族好吧？立刻拒绝了。赛博人攻击打雷却被反杀，两个大魔王种族正式宣战。500万赛博人怼上四个打雷，打雷毫不怯战，甚至嘲讽赛博人只擅长扑街。打雷看到小时的影像，在确认他就是博士后，提高到最大的警惕。赛博人带着玫瑰母亲和高傲女离开，留下小时套取打雷的情报。高傲女害怕却又坚定地走向被改造的房间，念叨着自己为这个国家尽力了。赛博人想要审问小时，忽然一堆人出现，杀死了赛博人。这群人里还有个熟人刺猬头，他们穿越平行世界而来，趁着赛博人因为头领死亡交接领导位置时，玫瑰母亲逃跑。小时通过 3D 眼镜观察刺猬头，刺猬头的组织侵略了平行世界的火炬木小组，获得能够穿越时空的黄色芯片。刺猬头带着小时穿越到平行世界，玫瑰父亲出现。玫瑰想起自己第一次见打雷时，只是稍稍触碰了打雷就让他活了过来。正是因为穿越时空时，玫瑰身上携带了类似时空辐射的东西，这种辐射能够给打雷们带来能量。现在米奇身上也有，打雷需要这种辐射打开创世方舟，这艘创世方舟是打雷偷来的，时间领主们建造了它。玫瑰父亲告诉小时，平行世界里表面看起来一片和平，但反常的气候已经显示出时空缺口对世界的影响。玫瑰父亲希望小时能够关闭缺口，消灭赛博人与打雷。小时喜欢这个高难度的任务，带着刺猬头和玫瑰父亲来到原世界。小时举白旗投降赛博人，带着他们前往玫瑰的所在地。玫瑰正在被打雷逼着触碰方舟，小时发现这四个打雷居然拥有自己的名字，立刻意识到这四个打雷是打雷族中的神职，权力非常大，主要负责思考和寻找杀戮的新方法。小时嘲讽了一番打雷后，用音速起子爆开房门。刺猬头和赛博人出现袭击打雷，玫瑰父亲救出玫瑰，米奇却不小心触碰到了创世方舟。小时带着众人逃跑，创世方舟即将被唤醒，打雷带着他开始移动。玫瑰母亲逃跑，遇上了赛博人，却被平行世界的玫瑰父亲救下。两人都不可置信地看着对方，虽然理智上都明白对方并不是自己世界的爱人，但还是控制不住感情，激动地抱在了一起。毕竟虽然是平行世界，但性格外貌全都一样，一个丧夫一个失妻，刚好可以组成完美的一对。玫瑰父母这边恩恩爱爱，打雷和赛博人打了起来。赛博人伤亡惨重，根本不是四个打雷的对手。小时趁乱在战场上偷回了能提重物的两个麦格纳甲，打雷们放飞创世方舟。小时等人乘坐电梯赶到顶楼，看到创世方舟里放出无数打雷。索达内，创世方舟是时间领主们建造的，外表很小，内部空间很大，用来关押打雷。方舟内部关押了数百万的打雷。看到这么恐怖的一幕，玫瑰父亲立刻就要带着其他人返回平行世界。小时一直戴着 3D 眼镜，能够看到人身上携带的物质，那是穿越过零时空的证据。小时只要再度打开零时空倒转，所有的打雷和赛博人都会被重新吸回零空间，但是这样玫瑰和小时也会被吸入。所以小时要求玫瑰和其他人去平行世界，在原世界打开的零时空并不会吸收身处平行时空的人，小时则要留在原时空修复缺口。一旦缺口被修复，两个时空就不再有交集，这意味着玫瑰和小时不能再见面。玫瑰自然不愿意离开，小时只能像往常一样和玫瑰并肩战斗。赛博人准备撤退，却被改造后的高傲女拦住。虽然她外形变成了赛博人，但热爱国家的心没有变，绝不允许赛博人逃走。小时把玫瑰把麦格纳甲放置在墙上，只要打开零时空缺口时，两人牢牢抓住麦格纳甲，就不会被吸入零时空。两人拉动控制杆，打开零时空缺口，打雷和赛博人都被吸入。一个控制杆忽然滑动，为了完全把打雷们赶走，玫瑰只能松开麦格纳甲手动拨杆。虽然控制杆被重新推好，但是零时空的吸力太大，眼看玫瑰就要被吸入，玫瑰父亲忽然出现，抱住女儿，带着玫瑰来到平行世界。缺口关闭，玫瑰活了下来，但是她和小时却处在了两个世界。数月后，玫瑰听到了小时呼喊她的声音，玫瑰父母和米奇开车送她找到了呼喊声的源头。小时通过还未被完全修复的缝隙，用爆掉一颗超新星为代价，以投影的方式与玫瑰告别。他们所在的地方是挪威，与挪威语来说，这里叫做厄狼湾，仿佛宿命注定般的名字。面对告别，玫瑰哭着向小时说出我爱你。小时想要回应，却因为时间到来，只能在塔迪斯内留下两行泪。擦干泪水的小时继续前行，忽然又穿着婚纱的女孩莫名出现在塔迪斯内。小时一脸懵逼，你谁？神秘博士第二季结束了，以后我再也不会相信世界上最后一只打雷的鬼话了。最后
后感谢很多小伙伴私信和留言我关于神秘博士的注意事项，让我长了不少知识，也注意到很多不足之处。我们一起期待下一季哦。如果你喜欢这一期的话，记得按赞和分享哦，你的支持是我们坚持更新的最大动力。娇娇，哎哎哎哎哎哎